呢、哦、我们按计划来把它完成。完成了、哦。对。感恩我们的院长以及我们同仁、哦、大家我们协力的来合作，跟我们师兄师姐、啊、来进入社区来做安眠的专案。另外我们也感恩、啊、我们医院同仁对我们的乡亲的这样的医疗网的照顾。那我们在安眠专案是在我们去年度就已经启动了、哦、那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间断。我们此际安美计划里面的那个安全的措施、哦、让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啊、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摸到我们那个安全的扶手就摸到此际了，有非常有感。安美计划跟中医的居家照顾计划真的是不谋而合。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哦、如果我们做家访，如果他是不需要医疗的，家里行动不便的、哦、我们就马上可以做一些辅具啊去照顾他们。那如果呢看到他生病了走不出来了，我们就赶快把医生派进去。现在的三医啦，真正少年的人口都差不多外移啦，那在当地的呢大部分都是中高、哦、那中年啦、啊、高年龄的人，但是呢真正的都是守护在这一块土地，那很需要的医疗同样呢也要在这里守护着大家的健康与爱啦。这呢不是那么简单，要有这样的愿意，愿意在那个地方这样真心奉献、啊、实在是、哦真不简单啊，现在看到了叶院长在那里愿意在当地呢跟乡亲们结了这一份的好缘啊，相信底下大家人一定呢是平安，有这么好的医生医王啊。原本医院还没起业之前，我们一个乡里面只有一间中医诊所，那我们三一中医院在去年的12月12号起业，大概8个月，乡亲对我们的回馈也非常热烈。那乡亲都认为，现在这个医院社区医院亲切感非常好，零距离。记得在中医院起业的时候，院长有说，中医院的医师不只是要坐在诊间等病人来，那三中医院的医师还要走出去，然后医院是要一个行动的医院。那我们也确实落实了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理念。那我也是在深入社区、深入居家以后，才发现到医疗可能对一个人帮助只是一部分。那所以就是要结合慈善的力量，才可以把更完整的照顾一个人。每一个地方，不管是都市或者是乡村啦，上重要就是要医疗的这个系统要有健全。那咱起码呢，三级已经有啊啦，啊，大家人呢总是爱真用心扶持。我是7:30开始看诊，秀清师姐跟崇福师兄他们一大早就来了，我们还没进医院，他们就已经来了。上人，你放心，我会把我们的慈济中医院当作是我自己的家。我会把乡亲患者他们，我会去感觉说，我要怎么去照顾他，怎么去帮助他，去护卫他。所以我会记住上人的一句话：，付出在人间，但是度的还是自己的心。我们底下做志工啦，干那咱的力量不够。还是呢要招呼当地人更多人呐、啊、来帮忙吼，安尼呢，医生伫迄个所在，因的心嘛真安心呐、啊。患者来到面头前，伊专心看患者，都唔免惊患者吼起落的安全，这嘛就是吼护医保护病人，这是。医疗志工，所以守护生命、守护爱呢，
这就是也是一个功德哈。何况讲在迄个地方，咱家己的乡亲，大家人互相照顾，啊，总是呢，建筑物呢，要予伊完成是较简单，但是人很重要。啊，敢若人呐、啊，确实呢，若无值啊，也无路用。咱的世代企业啦，都是秉持的敬地、敬敬、敬思维哈，这就是咱的方向。更重要啦，那就是啊，一心一志。一心呢，当然是善。人生的价值就是善啦。那迄、那个。方向啦，啊，那就是各行各业啦，总是首次奉道。医生就是医生的职业，不是职业，是职业啦。护士护士的职业，当然医疗还要呢很多的各科，不管是药剂啦，或者是护健啦。等等等等，实在是很多啦。除了三义以外呢，更搁较庆幸的就是台中，咱的病院伫个遐，尤其是呢，咱这院长、甲副院长、院长室，还有呢，我们各科室的主任，大家人和和互协啦。把整个医院呢，真正是吼，安尼真合伙啦。看到这回呢，迄、那个陆军长，真是吼，那一份的气氛啦，而且呢，士气啦，都很高啦，一股力量吼，软中有力啦。一种真的是很感动啊！台中慈院、啊、我想我们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法的医院，这个是一定要想办法让各科能够有这样的情义，这个很重要。常行大爱，义呢正正当当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做。更重要是后面那个有法，这个有法度，然后有法来去我们可以依循的这个方向。陆军长哈，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的投入是，那个收获是每一句的经典都在里面哈。但是到现在一直让我觉得演绎其实也是很大的副作用了哈。我觉得演绎完之后，好像自己还处在一种幻听的症状当中哈，好像随时随地那个经文啊，那个演绎的这个曲目都在耳边，好像别人好像都有人一直在唱诵，那身体就心里就会。跟着唱那美好的这个副作用可以把这些经文烙印在心里面，持续的下去了哈。那个音律啦，一直还在脑海中盘旋的，啊，这是好事，因为呢，陆军长啊，经者道也，人生的大道路啦，这都是呢，在经中的内底。要咱呢用安呢，就是方法理性，好，这陆军长啦吼，那把经文呢铺成了这很简短的吼的文字，让他呢可以有韵律啦，很可以去记得掉吼，朗朗上口。我一旦讲吼用。陆军长升上了舞台啦，这种和和互协的吼，这嘛是吼，咱主者啦独一无二。要讲伫医生吼，这个大团体哩，会当安尼啦，真正呢，实在是会当提起来世界跟大家来互动啊，好的事呢，做得开心欢喜，发入心啊。啊，咱都爱吼，好好发扬这样的美的旋律啦。还有呢，
经文呐、字字在心脑里，这吼、您记着，所以吼、皆有情呐、一生的各有情，那就是菩萨。大菩萨啊，大家人会去呢，把经文跟迄个印力啦、跟体力啦，稍微呢，安尼在互动。我相信哦，整个医院呐、总是医疗法跟佛法哦，融通在一起。这个医院真的是哦，星星星呐、光。灰金菇其实呢，就亲像安尼萤火虫一样的吼，在夜空里是群，真正的是天上的星星啊，之美，感恩呐、啊，真善美呐、啊。